高雄博尔艺术特区，大爱，你敢有来过？卖差啦，恁爸正咧困中昼啦。车不管是骑铁马，还是骑机车，拢真好耍。呵呵，中奖啊！啊，原来才有展览哦。先叫做大汉，什么时候还有变装秀？一个文化特区，那是做到有少年啊，想要来这翕相，安尼就是成功的开始啊。小港哦，有一个展叫做《大汉的化妆》。第五届，那即马即回呢，要甲变作变形金刚。另外一边的这个工作室，更有一挂少年的艺术工作者，来替大汉的化妆。多谢收看，感恩哈。